美队派出两名成员出战，一人在传菜口处用脸部表情描绘词语内容，另一名成员仔细观察并猜测该词语。不能用肢体，也不能用语言，只能通过你的表情和五官的一些动作以及头部的动作来让对方猜。我们的题目会有七个类别，大家可以依次进行选择。我们每组挑战有四分钟的时间，最后比两组谁答的题数多，谁就胜出了。脸部表情，白鹿，你还觉得你表情包还少啊？你还知道这事儿啊？那我们先吧。我们试一道题，随便出一个题试一下，可不可以？啊，可以。我演吧。哎，你演可以。我演。来，动物要不？动物。可以啊，动物。我要看看他的表演。我学习一下。我这个这几个字啊。啊 ，OK， 好。我们上的是同样的小学吗？这个好啊，来，这个好，哇，好像，啊，不是那个傻狍子吗？那个叫什么呀？傻觉得啊，我知道那个长什么样，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呀。黑熊，你醒醒！快！你气死我了！这我会。一模一样。行吧，就这样吧呀。那个土拨鼠就是用尽了我所有的形象。啊，对，那个叫土拨鼠。土拨鼠。我忘了，我知道那个，我都知道它长什么样。来吧，绿队。那我演呗。可以啊。杨迪，你出道就靠脸部表情出道的，但也没演过这么复杂。这样，来个人物。我觉得你是这个出家的，你说你能弄这么简单吗？我就是靠这个没走远，后来转别的了。没意思，自然现象。对。那我们第一组。绿队挑战自然现象，杨迪传菜，凯哥猜，开始。这好难啊！也是这个意思，这个意思啊，是这个意思。自然现象，自然现象吃撑了的自然现象。山洪爆发！这个很行。过。什么呀？你放尊重一点。你放尊重一点。我滚！他其实是对的。下雨，哎，答对。这是下雨啊！被雷劈，你接近了，闪电，答对。你看我给你出这个多好，好精彩！火山爆发。流星雨，还是那样，还是同一个表演，又是流星，不同的层次啊，不同的层次，这个层次不一样，火星撞地球，啊，彩虹，对啊，彩虹，冰雹，
是不是看齐啊？怎么都是他？对啊，我太牛了，砸着了吗？是啥？这开始了？呀，彩虹，七彩祥云。日出，这好难啊！这你要能弄出来，我告诉你，同样的表演，跟日出同样的表演，日出、彩虹都是这个。过，这个太难了。过，最后十秒。啊、日落，厉害 ，yes， 是不是？就得让你来这个日出日落。你真的，我们想每一轮都看你表演。对，等一下，刚才有个。有一个极光，我实在极光怎么演？跟这个极光真的演不出来。极光怎么演、啊？极光很急呀、啊。哦。恭喜绿队第一轮挑战自然现象完成了八题。哎呦哇！压力太大，完了。你们选什么、啊？我觉得情绪吧，你们俩我们肯定不如不情绪可以听沙哥的吧，来情绪。紫队第一次挑战情绪题。对不对？还行。还不你自信的演就行了。是什么呀？后悔。他上不了手的比了。过一个，还好没选这个，太难了。恐慌。什么呀？我也没法告你是什么呀。不好猜呀，真的不好演，真的不好演。什么要过了这？不行，过。哦。哇哦。哇哦。哇哦，是一种情绪。这是见到美女的表情吗？哇哦！哇塞！哇塞！哎，不是，哥，换一个。换一个，这行。惊讶。这快了。吃惊。对。一样。你的表演是有点雷同啊。表演太单一了。小心啊，紧张。接着吧，这个领域里。害怕。哎。哇。哥，你完全一模一样。我知道，但没有办法，这是。好眼熟，又到第一道题了吗？还是这样。哦。表演太单一了。你们把他的最擅长的嘴皮子给限制住了。原来你这种情绪的时候是皱着眉的呀，原来你没有这种情绪啊。大哥，你给我演一个。哎，委屈，你别咬嘴唇，你一直在咬嘴唇。那你想想是怎么回事？害羞。哎，哇塞。来我不理解。我也不理解。不理解。我在演什么？真是。不懂。不懂。五，那个领域随便说，随便蒙几个。我已经想不到了。哦。一。你看一眼。好难啊！愤怒，这是暴走的意思。可以，辛苦了。这些词语配上庞波的表演更难。就是你好奇，你应该这样；然后害羞，你应该，你害羞是，就是你在皱着眉的害羞。放过他吧，演员。
恭喜子队这一轮答对了三道题。哎呀，压力又给到你们。来吧，绿队下一组。脸部部位吧。脸颊。嘴角。你俩到底谁演？是嘴角吗？你多猜几个。你多猜，你想想，就那脸上，就那点笑，就那点范围。里边，里边，溃疡。笑起来会有什么？笑笑笑，褶子，褶子。不要答他私人的一些东西。还有什么？笑起来。来，哈喇子。哎哎哎，怎么了？晕了啊！这人工呼吸。哎，过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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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救我！着急吗？着急，太着急了。哦哦，幼稚。这个是溃疡，这个绝对是溃疡。这个绝对是溃疡，这是口腔溃疡，好痛！哎呀，你告诉人几个字？脸，一二三，呼，腮帮子。对，你还是得告诉人几个字。睁眼了，眼皮，可以呀，可以。一二三，鱼尾纹。哦，哦，进入状态了。你真的应有尽有，真的，哪个都有。以前没觉得凯哥褶子这么多哈，褶子，这个游戏玩了褶子更多。这啥呀？很明显了，超级多。超级多，也不到超级多的地步了。过过过过过。啊，这抬头纹，抬头纹是前面你没看出来的，他这会儿没有刻意弄俩字儿，李诞，有，脸上一共就这么点儿，哎呦，我都急了，啊，睫毛，我这好难演。哎，对了，对了，对了，日出，哎，日出，哎，什么叫器官？器官，你想想，那是什么东西？脸上有什么跟这个有关系的？脸上还能出来？我真的要急死了！黑头，有黑头，黑头，还有什么青春痘都能出。五。我真的急死了。三，眼白，二，一，太阳穴。难啊！啊，看他答题，我真的急死了。很辛苦，真的。现在抬头纹都直接在脸上汗着。玩这题多俩多两道褶子了。那我们挑战个体育吧。都行，来吧。龙吸水，铁饼，铅球，举重。还得是哥哥们。两个字。皮划艇，一看没玩过。竞走，田径。不一定是地面的。武术。这都看出武术了。过过过。可以过。过过过，我都迷糊了。俩字。篮球。拳击。对了对了对了。我哥得挨揍的。不是，你得这样。俩字。游泳。哎。
两个字。击剑，击剑，击剑，击剑。这有点难啊。啊。冰壶。哇。俩字。骑赛马，赛马，赛马。这样都能猜出来。俩字。武术，武术，大家这都带身体了，不算这个，这不算。没事，我们追不上你们。俩字。抽筋儿了。欠揍这个。过了呀。台球，拔河。两个字。飞镖，求千尺，求千尺。五，四，吵架，三，吵架，二，一。哦，射击，厉害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我都要笑缺氧了。紫队最后一轮成功猜出了八个词。哇，太厉害了。也没追上吗？没追上，没追上。紫队最后总计猜出了11个词，绿队总计猜出了12个词，恭喜绿队。啊，差一点，差一点。